把话题扯开，我就带电棒去找你。照片过来，我就把你的镜头打烂。骑车，你再用语音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剪断。怎么办？我现在手放开就传出去了。现在再回我讯息，我就把你手砍断。这讲什么啊？烦死了！赖的新功能哎，好方便哦，再也不用慢慢的看群组讯息了。